练它贴的时候我就顶它，对吧？我练它练的速度摆的时候我就练这种球，那么我们快慢的节奏有了，那么在训练当中的时候你就有这种球。哎，软了，你看顶住顶住底线的往前的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对，这各种节奏，对吧？这是快慢的节奏，这是反手的，正手也是一样的，正手一样，你看我们的练框架的，练框架让它，哎，现在它是不是能够把重心带起来？如果它重心带不起来，我们就应该练这种节奏，把动作做完。如果说是我们要打速度，它已经转起来了，动作已经起来了，我们就要这种节奏了。那么的话，如果在训练当中快慢，你看啊，慢慢慢慢快。